给定一个平面，然后拍 x 减 3y 加 2y 加4等于零，好，即一个直线 l 哈 ，n 的 x 加一等于三分之 y 减六等于负五分之一加一，对吧？是球在空间中包含 l 哈，与拍垂直的那个平面方程式啊，好，跟拍垂直的话哈，包含 l 的话哈，首先呢，这个直线哈，它上面有一个方向向量，这平面上面，因为它包含这条直线嘛，它的方向向量是包含这个方向向量的 ，v 等于二三负五嘛，啊，还有包含一点。这一点是多少呢？这一点是负一，啊跟六，啊跟负一啊，包含这一点。好，这个话应该是这样子啊，这条直线嘛，这一点在这里，然后跟这个平面垂直。好，那跟平面垂直的话，所以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法向量啊，要跟这个平面平行嘛。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知道，要跟这个平面垂直嘛。那跟这平面垂直的话，它的法向量呢，要跟这个平面平行啊。所以哈，我就把它的法向量哈，当成这个平面的一个向量。这个法向量是多少呢？一负三，它跟二了。然后我就把这两个向量取外积。就可以当成它的什么呢？它的法向量了，两米，哦，这个我们叫做 n 1好了，啊，这是 v 嘛，哦，现在 n 1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一负三二，那 v 等于多少？二三负五嘛，信不信？那则 n 等于多少？就等于这两个取外积嘛，这个减这个多少？十五减六。十五减六等于九嘛，这个减这个，四加五的九，或者是，再是，这个减这个，刚刚是这个减这个嘛，九没有错，再是这个减这个，三加六，还是九，所以跟那个一一平行的，所以的话，这个平面方程式我就可以写成 x 加 y 加进嘛。等于 k， 那因为它包含这一点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就把这一点带进来，所以就等于呢负一加六减一嘛，六减二的啊等于四啊，所以这平面的是 x 加 y 加 z 等于四啊，这样有问题？